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。这里呢，相信台湾很多人应该都有来过。这里就是广州的球具展广交会。然后呢，今年听说是他们最盛大的一次。以前呢，通常都是展馆都只有一个到1.5个，但是这一次呢，竟然直接增加到了3个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大，等于是2倍了。今天我们来这里呢，就是受到 CBBA 跟瑞盛的邀请，当做代言选手来这里做个活动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就先来拍一下我们的展位，先来大家看看我们家，对，我们根据地，先看一下这个超大的看板 CBBA Pro Team， 帅哦，大哥，这是在比英国大师赛，没办法来。他今天早上已经9-1大胜决胜秀了。对啊，希望这次可以好的开始冠军。你看大家放了比赛照，只有放这个，对啊，这帅照、渣男照、渣男样，帅不帅？来看一下我们 CBBA 团队的人，对，还有邪神，还有于姐，大魔王于姐，大魔王，大家想看我去访问他吗？对，还有 Carlo。还有这个 Raga， 还有小胖胖，小胖呢，他也在比赛，他在打东南亚运动会，对，所以也没得来。这次呢，男生只有我跟炳翰还有邪神过来这里参展，这些布都是他们有的颜色，你看非常多。等一下我就带你来去看展位，里面有非常多很神奇的东西。好，等等见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展位，对。因为我们这次的展位是 CPBN 跟瑞盛联合一起的，所以呢，球台都是瑞盛的球台，还有各式各样不一样不同款式球台，超帅。看一下我们扛棒，这做的真的很漂亮哎，超级漂亮。你看一下，还有我们这边有非常专业的人员都在柜台这边帮大家解释，还有正面在当柜台吸引消费者，没错。老板在后面谈生意，对。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看板，这个看板也做得好好。对，就是瑞盛的看板。大家有看过橘色的球台布吗？好帅！还是下次叫他们帮我们寄来换一下瑞盛球台装橘色台布，超帅，应该蛮帅的。我看到那个瑞盛那边还有一台橘色的球台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，超帅。这个也很帅啊。啊，紫色还有看过？紫色有看过，橘色好像真的没看过。对，绿色啊，这个绿色很常看到，连绿色没有就太扯了。绿色没看过，你可能没打过撞球了。对啊，这个也很少看啊，这个。这个颜色也很少看到，对。非常的柔顺哦，对，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对。然后我现在带你们来看一下瑞盛的球台，这是它的中发台，它中发台上的这个边边都超滑，超好摸的，这就我们练球室那台啊，对啊，就是那台啊，超好摸，很爽。对，我给你看最帅的一台橘色球台，整个是纯木头，你看它还有那个发打光，对啊，这个超帅的。超帅，而且这里还是一样很好摸，对，比我皮肤还要滑，就真的比你皮肤还要滑。我给你看一个最帅的台，对，竟然是还有乒乓球桌，没错。我一直以为瑞盛是撞球台而已，结果原来乒乓球台也有，超帅。这时候要来这里挑杆了，这我等下把人家球台打坏。直接 PK 了，来打一杆，不要丢人现眼了。还有一个最酷的是这个，带大家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关起来就变桌子了，打开就变球台，赶快把它关起来了。好，看起来有点重，有点重。现在关起来变桌子，你就可以带回家，回家可以吃饭，吃完饭再打球，吃完饭就可以掀起来就变球桌，有点重，
还好最近有在健身。下面还有一个抽屉耶。对。哦，还有开关，按一下就跑出来。你看球打进之后就跑到这里来，超酷的。然后这里还有这个，好像是印巴的球台吧？看起来好像有点像耶，好像是。超酷的。对啊，对，这个都很适合放在家里可以玩。对，因为这个很小，不会占空间。你看它还有蓝色的球台。应该没有看过吧？我来慢慢的移动。天水蓝超漂亮的。对啊，这个质感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超级漂亮，配上那个 CPBA 球台布的浅蓝色，超赞。天空蓝。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那个最新的钢铁侠，钢铁侠球桌。那么他们最新的牌子，超酷了。然后前面是他们目前在最新的那个 Mr. Song， 对，这台其实也是 Mr. Song， 对 ，Mr. Song 的中巴，对，这台应该是叫钢铁侠啊，对，钢铁侠，然后这台叫阿库拉，阿库拉，台湾目前引进的，对，这也是非常划算的，对啊，这现在已经放在浩克的那个转播台了，对，以后你们只要看浩克的比赛，都是转播台都是用，以后台座杯的转播桌应该就是这台球桌，对，我们到时候打对抗赛也是用这个桌，对。超漂亮，很厉害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展会的介绍。我们下一集带你们去看其他展会。好，下次见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。